4月19号上午，有网友爆料自己在飞机上偶遇张杰谢娜，称上海飞成都的头等舱上偶遇张杰谢娜一家，两个妈妈和月嫂抱娃随从，那妈咪好瘦啊，虽然戴了口罩，但很美。张杰妈妈和谢娜妈妈抱着两个小公主在后面，是回老家为宝宝庆百天吗？照片中谢娜武装严实，张杰紧随爱妻。随后谢娜微博发文否认传言，称坐在家里没坐飞机，宝宝的照片也在家里没在网上。4月19号上午，网友称在飞机上偶遇张杰谢娜一家，该网友表示张杰妈妈和谢娜妈妈抱着两个小公主在后面，是回老家为宝宝庆百天吗？从网友抛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当天谢娜张杰前后脚进入机舱，可能是为了宝宝隐私，所以选择了头等舱。而那妈咪自从有了宝宝后就变成一个慈母了，当天的她戴着老人帽就亮相了，当妈后果然不一样了，浑身散发着母性光辉。当佩戴口罩的她隐约可见皮肤依旧白皙，的确很美，并且产后的谢娜没有发福，反而变瘦了，从侧身来看，娜姐都瘦出了天鹅颈。